这次要去淡滨的榴莲园哦，露营，我要出发啦。没有榴莲的榴莲营，yes。乌漆嘛黑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点哦，我们要出发到马六甲去吃早餐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6点12分，我们又要再度出发啦。这次要去的是美兰州淡滨的 Durian Eco Lodge。虽然讲有 Durian，但是听说那里没有榴莲吃哦。好，现在首先要出发到马六甲市区，去我们最爱的水仙吃早餐。好，等一下见，拜拜。8点11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马六甲了。来来，讲点话吧，各位。我累呀。什么？到马六甲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早餐店水仙。好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拜拜。哦，很快的，我们来到了马六甲哦。还没有，走过去先。首先，我们先去水仙哦。又来到我们先所熟悉的地方。可爱的马六甲老街，
景物依旧哦。应该有开哦。有有有。最怕就是来到没有开。吃素吃什么？今天我们来到了水仙素食，马六甲一个算是一个老店吧。老祖都没来咯。水仙的美食，那我们来看一看。每次到马六甲一定会来这里哦。哇，第一道菜是什么呢？这里的鸡饭粒哦，吃素的人也是有鸡饭粒可以吃哦。素鸡鸡饭粒，看这一个小朋友他已经饿到哇，你这样夸张咩？整粒吸进去怎么？我晕倒了啊！OK OK， 好，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。哇哦，看这个小朋友整粒鸡饭粒在嘴巴里面，吓死人了。哦，这是我的纳西勒玛耶，看一看水仙的纳西勒玛有什么呢？哇，有很多不同的菜色哦，一大坨的桑巴呢。好，我们要开动咯。喵喵喵，好好吃呀、啊！这来自于小朋友有点晕车。水仙的酿豆腐哦，鱼片米粉，哇，很多好料啊，上场哦。棒球啊！那我爱喵家玩，可以打来棒球。一个小时的路程很值得哦。喵喵，这就是皇后寿险哦。太阳啊？住家啊？太阳啊？住家两个小时。住家两个小时，来吃，来吃。我再加两个人。然后吃完午餐下班。不要拿去了吗？拿去了吗？什么？这是烂的。不好吃的东西。我拿什么了？你不可以吃红的。你来吃一下。这是烂的。不是很辣，不辣的，对不辣的。你要想，你要用什么色？老公，你拿来我。有人要吃，那先来慢慢。啊、你要吃吗？有些没有辣椒的。好、啊。什么菜色哦？嗯，假。什么时候开始晕车？没讲。我已经拍了，来碰点球球。
你也不想弄罗家面这样子。我有吃过。第一两口，吐多久啊？回复一下。不要紧啊，兄弟。有哥哥。不要吃就吃，不要吃就不要吃，不要勉强 ，OK。进口就来买点。这个得哦啊，嗯，还有个标。又要吃两个是吗？我饱。啊？还有一只。像这个牛肉先啦，先吃这下。可以啊，反正我们有。你这个猪是啊？什么猪？
没有。来看一看马六甲河吧。哇，很满呢。哇哦！哇，那个镜像哎，哦，美丽的马六甲河。讲哦。小时，小时，小时给我录，你录啦，你录。我在录啊。哎呦，很大。你刚刚那些观众，你叫他看戏有点恶心。会讲一点话吗？是脚蛇在游泳哦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看不到。在下面，下面。哦，马六甲湖畔。看到一只。真的有倒影哦，美耶。哇老诶，我们在跟随四脚蛇的脚步巡游探秘哦。很大，那只好像跟大只嘞，那只跟大只哦。我看到你了。咦，蛤蜊刀。你看那群小马来小朋友也是很兴奋哦，是什么巡游探秘的小鹿吗？宁静的马六甲河畔看四脚蛇，最新的景点哪就是这边啦，那哎呦，还有另外一只游过来了，有拍到吗？有鱼，你看，哎呦有鱼，哇，风景如画咯。在这边呢、啊，哟，在这边呢，那你哎呦，哟，小大只，很肥耶，哇，香肠 ，alien， 咦，近距离接触四脚蛇，你看游过去啊，兄弟兄弟。哇，巡游探秘哦，没有。罗家，Chendol Laksa Nasi Lemak。哇，多美丽的花哦！寻找四脚蛇的小朋友。No！ 咦，等下爬上楼梯。那前面不是有桥咯？哇，这边是可以坐船的地方哎，上次我们坐的。哟，够大只。No！成不了啊！最幸福的事。跟随四脚蛇的脚步一起游马六甲，最新的旅游配套哦，要参与的话请订阅阿伦猜的频道，谢谢。报销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一家人一起出来走走咯，简简单单也是很开心。哎，这里咧，救命，看四脚蛇游泳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哦。好嘞，风起来嘞，很好。原来四脚蛇是这样子游泳的，用尾巴而已。你看，
开那边不嘞不嘞不嘞嘞，开去什么？哎呦！看啊，痛！这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哦，榴莲糕，这简直是椰糖糕。哦，马六甲一定要吃这个千豆哦。那一个很好吃。吃一个就够了。老老的味道好喝。老老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。给你泡一轮吗？你给我哥。来一个特写的表情啊！一人一个啊！连到你的时候，我帮你啊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嗯，来，下一位。拿去一起。哇啦喂，这是不鬼在吃，全都晕倒。但我鬼了。哪里？他们吃够了。他们吃够了。下一轮哦，哎，你吃这样大个没？有特写的表情，小心再倒掉，整碗反掉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震惊福的机场街的店哦。美轮美奂啊，装修到，去咯。怎么了？OK， 阿里帮我们分龟苓膏，最少的那碗就是他的。有人。马六甲景点二号又到了。嗯，出动了咯。是，假期才可以出来玩。我们那里是拜五拜六休息的。麻烦哦。拜六礼拜休息。去哟去去去哟！向后退，向后退，走后面，慢慢来。停，很可爱啊！你们全部戴帽子，看这边，停。大笨蛋。没有啊你。午餐来到了马六甲的阿马斋，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素食餐厅哦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美丽的阿马斋。这老师就决定是软的，不是蛋。那是卤味呀，姐弟。啊，我们看一下阿马斋里面的装潢。很有马六甲风味的大风筝，刚好今天比较少客人哦。今天没有啊。我们还在看晚要打包去营地的晚餐。芦荟什么？芦荟红酒。哇，我也要喝嘞。
吃饱午餐，现在要出发去Durian Eco Lodge 当兵。当兵。等一下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兴奋吗，大家？兴奋。兴奋。已经来到了大榴莲 Durian Eco Lodge 了，这个就是它的入口哦。怎么真奇怪？按两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 Durian Eco Lodge， 我们首先要去到那个接待处，在哪里呢？应该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了 Durian Eco Lodge 的 Hall and House。哇，风景很美哦。阿里过来，一起。哇，这里就是晚上可以唱卡拉 OK。哇，阿里看 ATV 耶，呼呼 ，ATV 哦，还有射箭的呀，你这边。先来注册一下吧。哇，这里就是这里的灯呀，不对，这里的柜台咯，非常的温馨的感觉哦。35块小两，大两50多块啊，干嘛呀？哇，小两都这样贵，大两都等你很久了，很美一下咯，它里面弄到哇，你看很可爱哦。一间房一间房哦，可行就是做这种啊，一间房一间房。哇，你看这个路，它的。哇，山坡来的嘞！再带我们去啊！哦，他怎么进 ATV 去哦？是的。我看我追不到他。哇，他跑哪去了？哎，他会等我们。榴莲树啦，哇，都果树嘞，全部是。不是榴莲树咩？哦，一大堆榴莲树啊！这不是榴莲树啦，是吗？啊，就到了啊！哦，就在这里耶，我们在最高峰哦。OK。嗯。很小，跟我想象中的size差不多哎。啊，这边，啊，就是我们的营地。啊？奇怪。
我们已经来到营地咯，先跟着这条彩虹路去看一看游泳池长什么样。小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冲去了，哇，不过真的很多榴莲树哦，但是都是好小的榴莲树，要吃榴莲。其实它前面 reception 那里有卖。让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是厕所啊，哦，这个是厕所哦，有两间坐的，嗯，看起来不错啊，感觉。什么来的？哦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私人泳池啦，看起来很美哦，小小一个，哇，太阳真的很热哦。OK OK 好。现在已经是几点了啊？大概要到傍晚时分咯。我们一家人在这里耍废无聊，赶苍蝇，他们要把苍蝇从这个帐篷里面赶出来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吃一个没有苍蝇干扰的晚餐。这个小儿子就在这里很热烈的起火堆，很开心。 Solo camp 也有这种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感觉，太棒了。
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布置我们的营地咯，星星灯。你在做什么？啊？我在做什么？我在亮灯呢。哦，傍晚时分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美景呀。明天这里会日出是吗？不懂哦，要看一下方位哦。日落在那边吗？日出在这边哦。老师在这里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大石头哦？不知道，它已经裂过一半了。很美哦。哇，这是天然的嘞，搞不好不然怎么搬上来。哇，好美的风景哦。盘古开天辟地的大石头啊，怎么会有力量大力的石头哦？石猴出世啊，哇，石猴出世了，孙悟空出来了，孙悟空出来的那个石头啊，啊，然后把它关回去，这有这样小吗？哇，其实这个榴莲原有很多榴莲哦，哦吼，那个黄姐讲的是有没有榴莲树吗？我也是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在打羽毛球哦。难的方法都不会，要你啊，慢慢开，学了要学了。哎，怎么用这个？飘飘，很好。妈，里面真是漂亮。快点开始，来吧。被自己儿子欺负。哎 ，A 波。我们玩单打的。哦，今天跟猫山王一起睡觉。单打。不然两个人拍。不然，我们家里跑窝不够啊。头发。跑窝就是头发啊。你要先砍一点头发是。拔掉那个头发。不要这样多，一点点。你要先把木留下来，来帮我。哎呀，我来。再我呀。你才好。难打嘞。哎呦！要不然就要看看它的头部啊，看它的烂掉啊，他妈的！你家放开啦！你们去打人家的松树是吗？没有啊，喏。反正多。哎，哦，棍棒。爸，我要。你看见哈？把你这种球推后啊，这个。哎呦，真没用。够了，很多烟了。可以了，你一定要练习的。
吗？阿杰，你要打一点前面几点？两块钱，块钱我打不到，太小了，块钱我打不到，阿嘎不到，你给我。退后点啊，退后点就有了啊，这不补。哈哈哈哈哦，就在我们现在去看夕阳哦。跟随我的脚步，夕阳不等人哦。阿里来了吗？阿妈有来过吗？Oh my god！ 好像已经下掉了，是吧？还没有下嘞。哎呦，八八九九了。哇！哇，美哟、哦！我们特地跑过来就为了看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不值得咩？极美哟、哦！好高哎！哎，看到吗？那边就是搭camp的地方。嘿嘿，这个比阿妈快。大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快到。
哦、哎，准备可以开吃了啦。来看一下这两个小厨师来煎东西哦。不要管我，好凉。有里面有盖的。哦，我们的餐厅已经准备好喽。看一看，特别雇佣了两位赶苍蝇的安迪跟阿三，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是怎样。哇，你看多么有气氛的餐厅哦。哎，李毅，不要去吵人。看一下我们的小小部落，这次出动了小 V 跟大 V 的 combo 组合哦。大 V 客厅帐用起来第一感觉很不错，高大上。这就是我们在 Durian Eco Lodge 的第一天的早上，第二天的早上早餐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吃早餐咯，拜拜。来看一下润地的营地哦，一进门其实是有冲凉的地方哦，哎，可以来这边冲凉也是哦，这样有两间厕所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其实这里的厕所还蛮干净的，而且还很香哦。来，我们进去捞温泉啦。D1 的风景就差一点，而且位置蛮小的。这个是 D3 就很不错哦，开阔视野。是啊，哇，这里是有一个泳池哦，美丽的泳池哦。不过这边的地方就会很窄哦。哇，那个人用那个镜子来做挡太阳。哇，今天好多人哦。八用的天下、哦、这里是。
OK， 走。错、哦，还有一个公共的角落，亭子有冰箱。啊，这里啊。啊，小小的喽。小胃啊。第一区往下走，哇、哦，真的很多榴莲树哦。这种还是榴莲，这种是香菇。你看小榴莲看吗 ，baby， 榴莲 baby。五粒。嗯嗯，好多的榴莲哦。哇，今天天气是很好，不错 ，good。很多黄梨耶。嗯，又有黄梨，又有榴莲，还有龙珠果。哦，那个是百香果，不好意思。我也不懂为什么自动就会把百香果跟龙珠果对调，还有跟菜豆跟什么？菜豆跟豆芽对调哦 ，C 区吗？这个是，哎，这是 A 区 ，A 区。哎，这是核心的，好吧？哎，哎，我们那边还有一条路下来哟、哦，那里是哪里哟、哦？核心。哦 ，Hello。A 区，这房子很恐怖呀。A 区比较有位置哦，不过我们也是分的嘞，就很就是几米乘几米吧，四乘五啊，是什么这样的？哇，你看几多这个花物，杨蜜蜂的花，超美哦。啊，龙珠果，真正的龙珠果出现了！哇，那边有老树嘞，我们去伯利啦。什么本大包啊？哇，这个是榴莲树，没这样大棵、啊。哇，哇，这棵榴莲树好大一棵哦，而且有好多榴莲呢，我们来看一看。马来西亚的树上黄金啊！哎呦，我女儿吃到一个小榴莲哦。那个可心树啊，可心树啊，五粒。来，放镜头，放镜头。小小榴莲 baby。那个还有很多粒，那哪来的阿里？榴莲树下看到榴莲，赶快拾起来，拿起来，很重的、啊。有粒吗？哇哦！榴莲，榴莲，榴莲，嘿嘿，很久没有吃榴莲了，哈哈。摇摇摇，还差一个摇的人啊！来 interview 啊，喂，没有人呢，没有人把你们摇，你看。摇。呼呼。啊！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啊！你耶！阿里，你要坐哪里？阿里，要坐吗？我是坐的。我很爽的。哎呦！哇！忽然之间，我们的小红薯的朋友都来了。TV 安哥来到访哦，还带了一盘水果请我们吃哦。哇哦！冷冷的哦。Hello， 刘雨昕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好。你还有你，我看你已经忘记我的频道了，对吗？E R O R A 到 Z。我们在这里吃一点东西哦。我们的小小村落。就在榴莲园里面哦，那是我的内在美吗？哇，热到爆炸！
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火锅了，是吗？水烧还是冷哦？冷啊！哇，好热哦！没有下水的人在做什么？看一下。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了，受不了啊！解读一下，解读一下，引来了吧？
这营地晚上也可以唱卡拉 OK 哦，而且还有这种 ATV 出租的服务，还有一些可以消遣，像小孩消遣的小玩意儿，小乒乓，滑溜，溜冰鞋，小滑板，扭扭车，射击，冲杆，各种各样的棋等等，拜拜。乌龟哦，很美的乌龟。乌龟吃叶子。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深美兰州淡滨的这个Durian Ecology， 这一次我们带来了这个 Nature High Village 13的客厅帐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可以发现到的是，这个帐篷是非常高大的一个帐篷，大概是 2.1 米多，非常的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空间，里面的空间是比原本的 Village 13宽，但是稍微短一点，非常的高大，手伸起来 1.67 米的我都摸不到这一个帐顶。所以六面都是有这个网布，现在是开了两面的情况，大家看一看。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大门，跟左边的这个侧门都打开的情况，就是右边这个侧门也是可以打开的。那就是有这个网布跟外面的这一个镀银的这个布。所以六面其实只有三面是可以打开的，另外三面只可以把外面的布给打开，所以那个网布是不能够打开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帐顶上面这里都有通风孔，所以是两面都有这个通风孔，可以把这个空气流通，就做得很好。
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网布，其实它的厚度会比原本的那个 Village 13的 Tent 来得更厚，然后拉链质地都感觉很好，也有很多这些可以挂东西的这些挂钩，上面都有挂钩，在那里挂钩一个、两个、三个挂钩。然后这个客厅帐其实也可以变成一房一厅一天幕的模式，这里中间就可以把一个内帐给挂起来。嗯，这一次就没有把内帐给挂起来，因为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活动的空间，就摆了这个挪客的这个躺椅。嗯，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。所以把这个天幕架起来，哇，就真的非常的高大，进出都不需要弯腰。它的外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确实全部都有这个雪裙的。对，可以看一下外面的部分都有这个雪裙。嗯，从外面看进来大概是有网布的情况，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哦。屋顶非常的高哦，而且这里旁边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挑高的这个设计。这个是后面的布，这个其实也可以撑开，但是里面的这个网布就不能了，然后都有附带这些银绳可以加固在打风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外面就是一个自动帐的设计，跟原本的这一个 Village 13是几乎非常相似的吧，但是色调就有点不同，它是偏巧克力色。嗯，所以搭建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快速，大概5到10分钟几乎都可以弄好的。 OK， 看如果有一个成人在里面的情况，哎，都有点高度，可以看得到这个高度非常的高。你手伸起来，退后几步，手伸起来，退后几步，手伸起来，啊，手伸起来是非常高哦。如果中间的部分肯定是碰不到的，一般人除非你175以上吧。侧门撑高起来用的是这个2.4米的天幕杆，哇，所以其实也非常高大。它原本附带的这个天幕杆就是这一款，这一个在这里我把它装在了这个 Village 13，这里是一个巧克力色，应该是1.8米还是2米高的这个高度。好，所以这一次就有两个 Village 13，原本的 Village 13是当做睡房的用法，这一个新的 Village 13客厅帐就可以当做客厅或者休闲活动的一个角落，非常高大哦，非常推荐。好，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，这里是淡滨 Durian Eco Lodge， 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早上就可以看到日出，而且我们旁边就是一颗猫山王，你看那个榴莲好大，有3-4颗的猫山王就在我们的旁边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、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这里是阿润才的生活频道，拜拜。好，在这里跟大家再介绍一次这一个挪客的摇椅，非常美丽大方，而且也非常好用的一个摇椅，给大家看一下360度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360度吧。后面就有两根铝杆把这一个椅背撑起来。嗯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哦。也可以看到这个铝杆的厚度真的是很粗壮的，
某些仿冒的品牌哈，铸作的比较单薄，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坚硬，而且这里有两根这种铝杆。这个布料是牛筋布，而且里面有一些海绵，坐上去是有点软，柔软的，而且这个枕头也非常的不错。旁边就有一个侧袋，可以放像手机这些东西。看一看我们在这个 Village 十三客厅上里面做什么呢？虽然讲天气很炎热，但是一家人可以这样窝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哦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挂上一个小吊扇。好，今天就为大家做一个屋脊十三这一个帐篷的简单的介绍。好。这一个帐篷其实是所谓的一室一厅，或者可以把它当成两个房间的一个帐篷，可以睡最多大概六个大人的这一个情况，所以前后这个外帐都可以把它打开，就像这一片这样。其实我只是把四个这个外帐的布其中的一片撑起来，这一片也可以撑起来，然后另外一边的两片布幕都可以撑起来。它外观就是这里是一个进口的进出的门，然后这一个像是一个窗口这样子的一个纱网，所以它是分成内外帐两层，可以看得到这个是里面的内帐，跟外面的这一层比较厚的这个防晒防雨的这一个外帐。这一个帐篷它就附带了三根这样的这一个天幕杆，所以可以直接把前面的这两片中间有一个拉链可以拉起来，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一个小天幕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再进去里面看一看，所以这里就有这个拉链，它拉开就进到了里面，所以啊，里面还没有什么收拾，只是昨天睡了一晚，我们看一看什么情况呢？好，这里其实就已经放了两张的双人床，可以看得到左右其实还会剩下大概10-20cm 左右的这一个空间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电线呢？哦，其实这一个 Village 13的帐篷最大的卖点是它有这一个内置的这一个 LED 灯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条骨干是藏有一个 LED 灯的，有三个亮度。好，因为 Power Bank 还在插，所以就不跟大家做示范，等一下放一些照片来做补充。中间有一个挂钩，这里就可以挂一个小吊扇，左右两侧都有这个挂钩，所以你也可以挂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内帐的上面其实是全都是这个布网的，所以其实在可能不下雨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不必把这个外帐搭起来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星空，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。然后左右两侧呢都是通风的这个网布，而且它也有可以有拉链可以把这个网布给关起来，下面也有这一个通风孔，也是可以打开跟关闭的，所以两面都是同样的情况。可以看到啊，这里还有很多左右都有这一个布袋，可以放一些小物品，像这里也有一个布袋，还有可以放一个水罐。所以从我们刚才从一边进来，所以看到这里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一个窗口跟这个进出口的门，所以是两面都能进出的，是一个斜对角的一个情况，这里进那里也是一个门，所以两边都可以进出。所以这一个帐篷的好处是真的非常的通风，上面也是网布，所以整个一门一窗，所以总共有四个窗口，两扇门，
非常大的一个空间，所以这个一半的空间就已经可以放下两张双人床。好，走过来这里，从这一个角度看，所以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又放了两张单人床，这里还有一些空间，所以最大的容量大概是可以睡八个人，可能就全部都是床，就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摆设。嗯，其实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些这种圈圈，其实它也附赠了一个围布，所以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睡房用围布给隔起来，所以可以做到一房，然后这里就可以把它布置成像客厅，可以放一张沙发，放一些小桌子这样的一房一厅的这个概念，所以中间有这个围布可以把它隔起来。好，所以里面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些都有这种很好的网布，然后都有附带这个布，都可以用拉链给封闭起来，就看你需要多么通风，或者是需要多少的隐私，就可以自己来决定。下面这一个小小通风的这个网格其实也非常的好用，就是说下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，你至少这里还是可以打开的，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比较通风的这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外观，其实这一个 Village 13的高度大概是 1.8 米，所以像我 1.67 在里面是完全可以站立的，不需要弯腰。所以这个就是旁边的这一个窗口，也是有这个外张的布可以把它给盖下来，然后在下面用这个地钉把这个外张给稍微绑起来的话，你看就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弧度，所以也是起着一个通风的作用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部分，我们把这个外帐的布给盖起来了，为了遮蔽阳光。平时的话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拉出来，就是也是一个天幕的一个小屋檐的一个模式。好，所以整体的说，它的颜色是像深巧克力色，深咖啡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好，这就是挪克的屋脊13 Village 的顶。好的，大家，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围布，如果把它装上去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内帐把它分割成两个房间，所以中间这里其实有一个拉链，所以把这个拉链拉开就可以看到，把它就是把这两个空间连接在一起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折起来，这里呢就也是有一个可以捆绑的地方，所以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一房一厅的这个概念。中间这个围布也是非常有用的，就看个人的需要跟喜好啦。好，这里就有一个接口 ，OK， 我们可以把一个普通的这一种 power bank 充电宝，再把它接上这一个它自带的这一个LED USB 的这个插头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控制器，一按的话 OK，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一个自带的这个 LED 的就亮起来了，所以晚上的这个帐篷里面的氛围就会很好。它一共有三个亮度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再按的话会更亮，然后最亮再按了一次就关灯，低亮、中亮跟高亮，所以晚上的话其实就不需要在这个帐篷内再挂了多任何的灯咯，这一个自带的 LED 灯条就可以非常好的制造一个氛围，可以把这个内帐给照亮。关闭。好，所以它的插头就是这样，直接就在这里了，已经全部弄好了，而且还有一个袋子，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像我这种两个插座的这一种 power bank， 然后在这里中间挂一个小小的吊扇的话，就会起到一个流通空气的效果。好，这就是今天阿润才的生活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 Village 13，挪克 Village 13，屋脊13的这一个简短的这一个介绍。好，喜欢的话希望大家可以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在这个炎热的下午，看一下阿伦才的一家在做什么呢？一对，在这个诺克 Village 十三客厅站里面玩起了扑克牌哦。哇，热死啊，真的很热啊！今天我们是来流汗的。Hello， 大家 ，Hello 一下。Hello， 阿丽，酷酷。挖鼻屎啊！哈哈这是什么来的？所有的餐具啊，碗啊。哎，拿去那个黑色桌子啊，黑色桌子也会放这锅。啊，我有两张。不要了。这我不要住。对面很热，走不过。都凉了，还要讲那个字，已经讲一百次了，我要生气了。完了喂。怎么到你了？没到我了。你出话好不是吗？我说。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滚了一轮了，我以为你们还在蘑菇，是嘞，慢的要死，红狗这样慢了，他跟他拉慢的要死，你看还有没有？我只想出这个，哎呦，乱捞哎，哪里有东西可以出啊？哦，有吗？出，啊过了我也是没有，过，出啦，嗯，还有这个颜色，还有一张大的，是啊。还有一张大碟出来了，大笋啦！哎，他有碟耶，大碟还没有出。啊，拉拉链不拉链？拉碎啦！笋哦，一袋笋哪里有吗？哪里有笋六呢？哎，我老炸呼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继续继续。OK OK， 我就不要出这个。游轮刺啊！你看，整个人拱那种。有谁玩？你啊，你来，酒啊，来呀、啊！没有没有哎，你直接就忽视我，直接出我，我还没讲过你就。我俩没有哎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带什么？三对对，三对，哈哈。哎呀，王牌的一家人。跟随我的步伐，泡一壶咖啡吧。来到了我的小小厨房。非常的凌乱哦，调高一点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露营就是这么简单啦。煮一壶咖啡。慰劳一下自己吧。这个打火机也是很好用哦，大家看一看，哇，这是通电哦，可以点蜡烛啊，点香都可以的哦。跟我的观众讲话，哦，毒气泄露了，哇，好激烈啊！小火一点，哇！吓死我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煤气发狂，有时候煤气也会比较不稳定哦，心情不好吧？可能。哦，老婆讲这个煤气桶要给他赞助，听老婆话准没错。哇，煮一壶咖啡，等一下的下午茶哦。好，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。Durian Eco Lodge 的下午茶有什么呢？哇哦，冷冷的西瓜，在这种中暑的天气最适合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吗？龙珠果。呀呀呀呀！看不到那龙珠果。哇，龙珠果！哎呦，老婆最爱的黄梨哦！哇，看起来很甜呢。
Roti cock without sugar, biscuit cream cracker, roti cock sugar, 白面包还有烤炉。哇，你看一下，有牛油、咖鸭、巧克力酱，没有咖鸭，巧克力花生酱，各种的饮料哦 ，Nescafe、Milo、Kopi 哦，绿茶、红茶、杯，热水。冷水哇，这里还有卖现场卖榴莲哦，就是这里的榴莲酥，跟这种新鲜刚刚割下来的黄梨，猫山王38块一公斤 ，XO 18块，哇！好，我们要开始享用下午茶了。
地，经过这个彩虹路就会抵达这个游泳池了，是吗？不用了，要没？要。谁要？我要。你要来这么？我要用。哦，放这个先。啊？你用这个就好了吗？还要用？还要吗？